看一下好不好？执行全国性扩大临检，在临检站发现潘姓嫌犯驾车欲经过时，申请紧张，又打方向灯回转。本分局员警立即向前盘查，在潘姓嫌犯所携带包包中发现改造枪支一把，子弹15发。全案带回侦办后，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，移送屏东地检。放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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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这边。那个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认不清，认不清，这两个，来这边讲，先拖在边诶，手铐呢？来那个，一个，这有手铐，先铐的来，这有手铐，先铐，叶大爷，叶大爷。